2023总统府严国飞跨海演，今年初拜就爱透过用流行严国中心举行的。亚伯的严国飞其中的二十五个同三地位严国团队，为跨界强下演出二十条歌曲。其中歌手米莎、李友强、苏都友强来演出，都是借技巧的表演，才有次年韩国抗疫情也利用条歌。今本夜彩棚歌后呢，米莎结果。 也拜组队同高雄市交响乐团合作，其次到当天要当强行。金曲奖行业最佳歌手米莎，演唱天使剧《茶剑主题曲》，才有次年，亲切的词曲，本期全力展现歌艺，尤其也拜组队同高雄市交响乐团合作，跟着本期的音乐灵魂比起来。 我猜到两岁，加下彩排嘅时间呢，应该就猜到哇！我几上年以前嘅比喻来强调，非常非常嘅感同流分去。苏东文化中非嘅邀请，面纱组的台中东富演乐会演唱自家嘅创作歌曲，佢除了感觉到过荣幸以外。 人因为迄次家对客家音乐嘅努力，受到肯定。组队有两只机会来到安阳嘅一只舞台，本人看到老自家嘅作品，然后学堂嘅音乐大本大家，出到非常嘅荣幸。而跨海演二一八总统赴演乐会嘅主题，文化中非强调，将要挑战传统演出嘅强加，由无强两位嘅音乐家跨界合作。 重新编排融合莫强风格嘅表演，本面中感受台湾丰富又多元文化。客家新闻陈文年高雄报道。